好，OK，然后呢，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曲子，因为这个礼拜事情比较多的关系，所以这礼拜先没有基本练习，就只有这个。先听一下，先听一下，这个我有音调往上移了半个 key，移了一个 key，就是移了半音上去的。编曲很厉害，前面是那个管弦乐团编曲。这个曲子里面呢，用到了我们前面哦两个礼拜的这个基本练习。怎么说呢？你会听到里面有很大很大的这个抖音。我们在那个第一次练那个长音的时候，有做这种哦呜哦呜哦呜的练习，有没有？所以你在这个它有很多的地方很长很长很长的尾音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做这个练习哦。比如说这个。
比较大的这种抖音，对，演歌的抖音都比较大。然后，对，然后有一个最困难的，昨天发现的问题，最困难的就是说，我们在上个礼拜的练习二的时候，有开始点到音阶的东西。那点音阶这个东西啊，难在什么地方？就像第一句好了，像 re mi fa sol la， 第一个组合出来 re mi fa sol la， 那它是要点舌的，因为下面每个都有对到字，对不对？我把那个汉字都拆掉了，全部拆成这个平假名，这样就可以对到音，要不然汉字对不到，这样。所以你会看到前面的 re mi fa sol la， 如果你要点的话，如果你点的太硬太断，像上礼拜的练习里面，如果你点成这样的时候，这样其实就没有意义了，因为那个句子就断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先试试看，如果你不要点的时候，你是吹起来是这样，这是没有点的，对。但是有点的状况呢，应该要跟这样很像，但是他有听到点的声音，他变这样，有没有？两个很像，对不对？但是哦，我先吹一次没有的，再吹一次有的，两个很像。那这个做法是怎么做的？就是说你在。呼呼呼呼，噜噜噜噜噜，噜噜噜噜噜，所以你的舌头很轻，是噜，你的舌头只要有碰到簧片就可以收，不用贴住它。如果你是舌头很紧的贴住簧片，它是哒哒哒的时候，它就会变这样子，这样就太硬了。所以你是舌头放得很轻，只要碰到簧片就收，跟没有的时候，还是不一样的，还是不一样。它只是很轻，但是它有点。所以这种点很难很难，但是它很有用，它会变成咬字很清楚的感觉。所以这首里面用到了这个东西，就是之前有练习到。所以在之前那个练习里面，你可以去试试看，就是你有不一样的点法，点重的、点轻的点法。哦，来拿衣服的，哦，要拿你衣服又忘记了，想要听，要坐一下，跟老婆来查询。这边记那个谁，那个可以。难得你今天有空。对啊，等下老婆来找。老婆在哪里？衣服放在哪里？对，他是掉在那个我们维修部那边的椅子上，掉在阿花的家里。导演会来看我们这样。欢迎大家常来，我125在那边都没事。对对对，好，好，所以这个，所以你在点这个我们上个礼拜的这个练习的时候啊，如果你忘记怎么点的话，你可以从第一个练习做。它就是我们一开始点的时候会比较好做到这个动作，是比如说手，你在一口气面，你很明显听得出来这是一口气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做到这样，你不要点成，这样就太断了哈，这样那个声音都被切掉，你就想办法把它在一个声音里面，只是舌头点掉。所以再往后面接的时候，如果它听起来会是接在一句话里面的，所以你就不会变成这样音跟音的中间的距离就太大，它就不适合吹流行歌用。那种用途会用到在这个古典音乐里面，可能会有这种东西，这样，或者是像我们在吹《夜来香》的时候，有《夜来香》的二部有没有？它要做那个。他这时候会要，他要把那声音真的卡掉的时候会这样用，对。但是平常的时候，我们在吹像这么慢的曲子，他不可能去做这样子的硬的段，好，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舌头放轻，保持你的。如果你忘记的时候，你就把舌头先不要点，先吹不点的，然后再点了之后，要让它两个尽量一样，就表示你的连续性是很好的。然后呢，再来是这个。这首里面会用到很多，刚刚如果 auto 啦 auto 的话，这首 tenor 比较辛苦。虽然 tenor 可以吹，可是 tenor 会再到 re mi 哦，比较高的 re mi tenor 会比较辛苦一点，但是那个效果很好、哦。那个 tenor 在尖叫的时候听起来是很好听，会很有人性的感觉，那很特别。然后 OK， 所以这首里面 auto 你会看到很多的拉西拉西，所以在拉西拉西连续出现的时候，你要记得你可以用这个。好，可以用这个拉西，比如说像是这个23小节，有没有？瑞拉西拉西拉手的时候，你可以那个拉西用这个就好，因为你已经按着拉了，你就没有必要去这样换拉西，这样反而难换。好，所以你已经有拉的时候拉西，你可以用这个。好，下面这个按着拉，然后用最下面的这个侧键，可以吗？好，所以里面很多的拉西，不是每个西都要这样做，但是你遇到刚好是拉西拉西或西拉西拉的时候，你可以考虑一下用这一个。
好 ，Auto， 因为你的 C 都是降的，它这首我们用 F 调，F F F 调 ，F 调 ，F 调，对，所以它会有它的那个 C 都是降的。我在这，在这，它是这个调哈，对，刚好转过来，转过来的时候 ，Auto 是这样 ，Auto 变 D minor。对，所以刚刚我们在讨论说那个 re mi fa sol la 是 re fa re do si 还是 re mi re do si， 那个第一个是它唱得很小、啊、然后第二个是说如果我用 D mi 开出来的话 ，D mi 的和弦板是 re fa la， 所以 fa 其实是 OK 的，对，所以它有 re mi fa sol la 有没有？它就已经告诉你它是一个 D minor， 所以 re fa la， 所以用 mi 也是可以，因为它是半音，就是接近它的半音也是可以。然后但是因为它唱得很小，所以可以试试看 re mi 的效果跟 re fa 的效果，其实应该都 fa 也是合理的，对，就对。好，然后呢？好，有一个好玩的东西，昨天大家都在玩这个，就是这个，里面呢，如果你有特别去练你的下巴的话，你可以来玩这个事情哦。在比如说，像我看一下，现在看到的是22小节倒数第三堂的时候啊，咪咪哆啦啦啦，有没有？咪咪哆啦啦啦，有一个很大的八度跳的啦啦。然后我们有跟大家讲过，就是如果有这么大的大跳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在大跳的往上跳的这个高的音的前面呢加一个，这个半音上去。好，如果你用手做的话，你就会知道它是要做拉嗦拉在这里。对，但是呢，我们有讲过拉以上的时候，因为泛音键跳到上面来的，所以你在高音拉的时候呢，可以用下巴做，好，可以用下巴做出来这个效果，会听起来更油一点。听起来更屌一点，但是 你要怎么去练习这个动作呢？上个礼拜，第一次我们在做那个长音练习的时候，有做一个声音往下掉的声音，有没有？教他们这样，就是你就是吹嗦拉这样往下掉。那在高音拉的时候，你可以试试看，就是高音拉好，高音拉。你可以掉到多低，然后 hold 在那边，这个就是你的滑音的起点。那至少你要到伸收，你才能玩这个动作。所以怎么做这个动作呢？你就真的吹伸收，这是正常吹伸收的声音，对。然后你试试看，你按着拉，然后把下巴放掉，能不能吹出这个声音？像这样，没有音质不一样，但是我的音高是一样的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所以我按着拉，但是我可以把下巴放到它是伸收，所以就可以。没有，第二个就是我在吹上面的拉的时候，我先把下巴放掉了，然后再从这个伸缩推回去，所以这边就会有这种，对，听起来就会哦的那个感觉，这样，对，就是你那个街头艺人要吓人，就要吹这种东西，这样，对，所以你可以试试看，你要放到多松，就是你要放到伸缩，所以你可以试试看。有没有到伸收？没有的话，你就要再松，再松。那但是松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松到一个程度没声音下不去，表示你的气补得不够。当你大家可以试试看哦，就是说，如果为什么昨天有画这个东西就是这样？如果你咬的位置啊，你下巴咬的位置本来就在二分之一的地方的话，这个动作会很难做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的手，你用手指头大拇指哦，然后去找一下你的这个斜坡。你的吹嘴的斜坡的正中间一半，然后你用手压压看，看看你的簧片的前端会不会动。也许会动，但是只会动一点点。对，那不会到盖起来的程度。可是如果你把手指头放在你的斜坡的外面的三分之一，用力压的话，它其实会整个盖住的，它会簧片会把整个盖住。所以为什么在上台表演的时候，如果你很紧张，你会吹不出来，是因为你下巴一用力之后，你就把簧片完全盖起来了，所以你的声音根本挤不进去。当你稍微放松了一点的时候，它就滴了，因为声音很快的冲进去一个很小的缝隙，它就滴。好，所以这个，如果你的下巴咬在最里面的话，你会做不出来滑音；如果你咬在太外面又紧张的话，你又会吹不出来。所以标准上来讲，我们会讲说位置应该在三分之一的地方，这样你就可以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移动。所以为什么抓斜坡进来三分之一的原理就是这样，对。但是如果你在表演的时候，你发现你完全吹不出来的话，你要自救的方法就是你赶快咬到吹嘴的二分之一，这样你只有下嘴唇咬的会痛而已，你还是吹得出来。对，因为你怎么压都只会压到吹嘴，就不会再压到簧片。所以如果你在上台的时候吹不出来，要自救，然后往里面多咬一点。
好，所以刚刚在讲说我们要做这个喇喇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就是会用这个方法，就是其实我们平常下巴会有一个力量，所以呢大概会盖到，会多盖一段出来，然后呢所以多盖到三分之一，真的盖到三分之一，就是我们只开了前面的三分之一。可是你要吹低音的时候，你要强迫它，比如说我们要吹沙松的最低音这个哆瑞，或者是像我们现在要强迫那个声音掉下去的话，你必须把你的下巴放开，让它能够震动到二分之一的位置，也就是比平常还要再多震动长一点。所以有的人的方法是说，那我把下巴往内推好，这也是个方法，但是不是太好的方法，因为你在这边推下巴的推来推去的同时，第一个是你下巴够不够快，第二个是你这样在磨你的下嘴唇，你的下嘴唇更快痛。所以比较好的方法是你直接放掉你的下巴，让这个开口开大。可是当开口开大可以震到里面的时候，它会附带产生一个问题，就是因为开口开大的时候它会吃气，所以你的气如果不够强的时候，你的簧片就会停住了。所以就是为什么说你在练低音的时候放到程度，声音直接就没有了，所以你没有办法再下去，因为你要补气。所以我刚刚放到很低的时候，我的音质整个变了，有没有？因为我在补很大量的气，让它在开这么大孔的时候还可以震动，所以那个音质会不太一样。对，所以你在练习放这个声音的时候，你要试试看你的下巴放了之后，然后越放越大的时候，你要再把气增加，它才能够 hold 住那个震动的力量，要不然开口一变大之后，它受力就会变小，气体的那个受力就变小，所以簧片就会震不起来。所以你在越放下巴的时候，你要做，你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如果声音下不去的时候，赶快再补气。对，试试看这样。有没有？所以到下面的音质都不一样，因为整个的震动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。所以，但是你的声音就可以下到这么低，这样。对，这个音也不会很好听，但是不用担心，因为你反正只是要拉过去而已。所以。就是就可以做出来这么大的一个，像拉以上，大概可以做到手拉这么大，对。但是如果你在收以下的话，你大概只能到半音而已。对，拉以上的话，因为这个开孔的关系，可以到全音，几乎快要到全音。对，所以这首歌主要用到的一些技巧就是这样。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可怕的就是这首歌的拍子非常的乱，然后硬把它写成谱之后也没有什么用，因为。就是跟人唱的那个人唱的就是很活，所以大家如果你熟这首歌，你可以直接吹，但是呢，音做参考就好，拍子按到你的印象里面的去吹这样。那如果还没有熟悉这首歌的同学，你要先听这首歌，多听几次，把它洗脑一下那个旋律的，那个拍子的这个位置在哪边，因为这个拍子实在是太活了。好，然后里面有。一开始有听到一个小号的声音，对不对？有发现那个小号做了什么？这个是我们在第一个练习，在练长音的时候练到的东西，听一下。我本来想要写这个给别人吹，后来算了。好，小号。有没有听到？他的吹。从 piano 然后推到 forte， 一个很大的一个 range 推出来，所以如果你要等一下你要吹前奏的时候，我写的地方是小号，我从小号的地方开始写，所以你可以试一下那个吹长音的时候先吹，就可以试一下。然后再来比较麻烦的是前奏里面有一个哆西拉西，这个哆西拉西很快，它在半拍里面要吹完，所以你就可以考虑一下你的指法。这边其实有个指法是这样，就是如果你这个降西啊，你用升拉的方法按会比较快，就变哆，然后降西的时候你就直接变用升拉的方法，这样你只要动这边就好。好，就变这样。这个哆西拉西会比较快，但是当然你也可以用前面的指法，也是可以做得到啊，如果习惯的话也是可以，对，但是会比较不好做。好，所以这个可以用 psyche， 可以用这个侧键。好。然后我现在放一下呢，里面有一些特别的地方，我把它停住，再跟大家解释一下。好，所以接小号的地方，好，第七小节这边呢、啊，有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这个钢琴的和弦下去之后。在前奏会有两次，
在间奏只有一次哦，所以你在算拍子的时候要小心一下，间奏的时候一次它就会接下来了，主要的差别这样。所以你看一下第七小节到第十七八九十这边等于是两次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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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这有两次哦。然后如果是在间奏的时候，二十八小节这边呢，你会看到最后面我们这一页的最后面，瑞瑞哆哆西西拉到后面的三十小节，这边只有一次，它就进第二段，好，所以要注意这个，才不会你在还在等第二次就就出来了这样。然后这个抖音你会发现它是那个最后这个音吸出来就抖了，就抖很大。有的地方它会马上抖，有的地方它会拉一下再抖，有的地方它会不抖。所以如果你要做的完全一样的话，你可以做一下记录，哪边有抖，哪边没有抖，抖的大还是抖的小，都会变。好，往下哦。愛に壊れたベンチには愛をささやくと歌うない。这边这个也是一出来就抖了，对不对？下面这一句啊，你注意它的那个 re re so la so， 那个 so 是没有抖的哦。听看，那个是故意不抖。这个前面的这个长音，它拉到最后面才稍微轻轻的抖一下，然后再 re re fa so fa， 这个就抖很大，所以它的抖音有没有抖是很明显的大小。所以你在练习你的抖音大小的时候，其实是要能够做到这样收放自如，你要抖得大抖得小，不抖你都要能够控制这样。然后这句很重要，就是发咪瑞咪咪咪哆啦啦啦，这个中间尽量不要断掉，要不然那个情绪会不见。好，所以发咪瑞咪咪咪哆啦啦啦，嗦发咪发，你一定要把一整句这撑去撑住，要不然的话中间断掉的时候，那个累积的情绪就不见了。听到很特别的一个，在这一句的时候，啦啦嗦发咪瑞，中间轻轻的停了一下，是因为那个日文字是一个短促音的关系，它会啦那个什么啦对，那个中间会因为那个短促音停一下，是日文的关系，所以它会有一个顿住的动作，是因为语言的关系。所以如果你听别的版本，什么好像邓丽君有唱中文版本什么，他们就不会在这边停，因为你的歌词是不一样的。对，然后我本来有考虑要写别的版本的，因为这样歌词比较好打，但是。听来听去没有原来的好听，所以还是打日文。然后这边有个很特别的是，他在唱最后面那个雷呼吸仪的时候呢，他其实小号已经出来了，所以你在那个前奏的时候，你会看到那个 re 有七拍，可是你在中间间奏的时候看到 re 只剩下三拍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四拍在雷呼吸仪的这一句的时候就已经出来了，只是很小。我把它往前倒一点，大家听一下，你会听到后面那句的时候，小号就跑出来。所以他在那句的时候是那四拍很小声，然后他到二十八小节的时候刚好推出来接上去。哦，这个很特别，他的间奏是提前出来的。一次而已。
这首歌你在今天上课之前有听过，举手一下。太好太好，这比例高很多，昨天只有四分之一还三分之一的人听过。对，突然发现哦，还好我有听过。但是以前没那么熟啊，写了之后才会发现是长这样。好，把它搓一次。我们伴奏带已经跟原来很像了。吹的时候，其实我没有太压在拍子上吹，这个就是不太适合那个团奏的曲子，比较适合 solo， 你爽怎么吹就怎么吹的曲子。但是就是因为它比较慢，所以它可以展现的技巧就很多，你可以去做这样子的搭配。